小男孩抓紧钢管，从2公尺高的邮局平台快速滑下。两个小女孩坐在洞口，也学着做。孩子们双手臂力得够强，但这画面让不少家长看得冒冷汗。阿公抱着小孙女，根本不敢松手，因为洞口直径60-70公分，假使小小孩溜滑梯不小心踩空，头着地不得了。踩空，哦，他就会直接掉下来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注意安全，就会从这边掉下去了。实际测量溜滑梯平台高度大约2公尺，平台上设置类似消防爬杆的钢管，让孩子们爬上爬下，增加刺激性。由于这是附近庙方附设公园，有家长打电话反映，担心邮局安全性，却遭对方挂电话。日本这来就是需要家长陪嘛，不像因为咧大囡仔因。反正那底下算应该无问题嘛，你底好嘛是拢安尼啊，安全问题吼无合格，阮甲废掉就好啊。庙方解释，可能当时正在忙碌，不小心电话遭到误挂。由于邮局并未标示年龄限制，目前暂时封起停止使用，更考虑直接废除，避免危险。记者廖文明、黄祥富、吴鹏兴，云林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温和。怎样？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。好，但是呢，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，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